你这擦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？这是我过去用的一个存钱罐。哟，好好，这是个存钱罐啊！啊，好长时间不用了，擦一擦都脏了。哎，扔了它得了。哎哎哎哎！干什么呀？你回来以后就扔人家东西？这什么破玩意儿？什么叫什么破玩意儿？这我用了很多年了，我有感情了，好长时间不用了。哦，但是这个月我启动了。哦，先生，哎，这个月啊，我攒了5块钱的私房钱。哟。我已经把它放里边了。哦，这里边还有5块钱呢。啊，别让家里人把它当垃圾给扔了啊。这个人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喂，哎，钱总，哎哎，我前几天管你借的5000块钱，现在能过去取不？啊啊，对对对，我想着呢，我现在就有5000块钱，赶紧来拿吧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5000块钱还没暖和热乎呢，借出去了。我跟你们说呀，这5000块钱呀、啊，我借给别人没跟二米粒说，这二米粒要知道了，不得打折我的腿呀！哎呀，我得把它藏起来。大姐夫，啊，顺风啊，哎，就你冲我这么一笑。我怎么那么瘆得慌呢？是，来来来，大姐夫，我们商量个事儿、啊，这盒借我用一天呗。你用这盒啊？啊，你哪能用这盒啊？咋的了？这盒谁要啊？拿了都给扔了。扔啥呀？这是个放钱的盒。哎，放什么钱？当破烂扔了都没人捡。哎呀，大姐夫、啊，这是你非常珍贵的一个存钱盒，我借用一天，我明天我就还你，行吗？求你了。行，啊，试试。拿着吧，太好了！哎，等会儿，我这里边有5块钱，我拿出来。哎呀，我知道啊，不就5块钱吗？明天连5块钱带着个盒，我就还你了。不是，顺风，你给我，顺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咋的？你大姐夫一个月就50块钱零花钱，我好不容易攒了5块钱，这5块钱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。你给我，哎妈呀，你还好意思说巨款？你放心吧，我也不咪你的，盒5块钱，明天早上我都还你。你忘不了啊！啊，行行，等会儿。这还上着锁呢，这还钥匙给我。你看你，这是个装饰品啊，假的。你看，直接打开就完了。你看，我这里边还有5块钱，看见没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你整个锁是装饰啊，装饰糊弄人呢。这把我给糊弄了，这玩意儿。看你平时挺聪明的，傻了吧？行了，放心吧，大姐夫。哎，行，哎、好。哎，顺风、哎，别忘了啊，明天连盒带5块钱一起给。哎呀，一块还你，放心吧。好，这就行了。哎呦，我把我这5000块钱，我搁这盒里，神不知鬼不觉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呦，我把它搁这儿，谁也不知道。打电话，打电话。喂，喂，你赶紧来拿钱来吧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借给你这5000块钱啊，你嫂子她不知道，你嫂子现在正睡觉呢。啊，我跟你说，田总，哎，哎呦，这都到了还打个电话呀？嘘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嘘，你嫂子睡觉呢。来来来来来，赶紧赶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明天早上把这盒还给我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走吧走吧，钱在里边呢，拿走。等等等等等会儿，亲兄弟明算账啊，我得数一数。数啥数啊？我相信你。是我不相信你。数数数数数。哎，等等等会儿，钱总啊，你这有把锁，你把钥匙给我呀？你傻呀你？这不开了吗？啊。哎呦，钱总啊啊。这钱这钱数不对吧？是不对，多5块钱，明天你连5块钱带盒一块还我。那还明天干啥呀？我现在还你得了。啥意思啊，天妹妹？还啥意思？这盒里就5块钱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赵刚子蒙我呀！哎。怪不得他整个锁呢，这是魔术盒啊，5000块钱搁里就没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钱经理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，你给我半个小时时间，我整清楚了。半个小时以后你来拿钱。行，我着急，你尽快啊。我一定给你。好好好好啊，你尽快啊。
哎呦，这赵刚子太黑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哪儿去了呢？钱世芳。哎，找啥呢？哎，媳妇儿，我这欣赏欣赏这个盒。是不是找这5000块钱呢？不是，你这5000块钱搁哪儿拿的？就在你这个小盒盒里呀、啊，是不是又背着我才4毛钱呢？媳妇儿，你这可是冤枉我了，这盒都不是我的，这5000块钱怎么可能是我的呢？那是谁的呀？大姐夫的。上一边去！真的是大姐夫的。人家大姐夫一个月才50块钱的零花钱、啊、咱5000块钱得多长时间呢？啊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当我数学语文老师教的呀？你还不，你过来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赵刚子亲口跟我说的，这里边有他一笔巨款。我才不信呢！你不信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哎哎，大姐夫，来来来，你出来干啥呀？我在忙着呢。什么事儿啊，大姐夫？啊，来，我问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啊啊，说说。这盒是不是你的？我的。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往里放钱了？是啊。放多少钱？放了5。是不是这个数？是啊。是不是这个数？是啊。这个数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？巨款呢？听见没？钱是他的。是我的，怎么了？你看看。怎么了？不是大姐夫啊，你就不怕这事儿我大姐知道之后骂你啊？这大姐怎么会骂我呢？你大姐知道她还得表扬我呢，我这攒钱就是好事啊。你这大姐夫你这智商啊，我的天、哎、二米啊，啊，你是不是觉得 你大姐夫最近智商聪明了？对，聪明啊。你不止聪明了，你都快失明了、啊、你是啥也看不见呢。啊，回来啦，回来啦，媳妇儿，哎，你俩是不是又拿你大姐夫开涮呢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回真没有。二米夸我说我智商聪明了。真的啊？是，你老公现在越来越聪明了、没坑找坑啊，奋不顾身往里跳。哎呀，老厉害了。啥意思啊？好端端的他提什么坑啊？他提坑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哎，没事啊。我说顺风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没。二米，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有话呢？怎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4毛钱的意思吗？哎哎，啥4毛钱呢？没有没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二米啊！哎，大姐，我没看出来啊。嗯。你最近有点向钱顺风学啊，还学会在你大姐那告状了是不是？不就这点钱吗？这点4毛钱怎么了？这点儿啊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哎呦我跟你说，就这点4毛钱，我相信你大姐是有这个度量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是有这个承受能力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假的呀？怎么真的假的？我就有这个承受能力。试试啊！试试就试试，你还能咋的？什么钱？你藏的4毛钱。不亲。哎哎哎哎哎！承受不了了，哎，刚才行了。哎，大姐不用叫他了，他是激动的，让他睡会儿吧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过不去，怎么就过去了？不是大姐夫，钱世芳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哎呀，大姐夫，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没事，你又坑我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大姐夫，你是不是又坑我呢？是是，这钱是他藏的，二米粒他不知道，你替我扛一下呗。我怎么又替你扛呢？我老替你扛。二米粒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1000块钱打歪嘴，3000块钱打折腿，5000块钱两条腿啊。我改，大姐夫，替我扛一下，不跟你管，大姐夫，我不跟你管。哎呀，这回不管。阿明，哎，来来来，你大姐夫跟你说啊，啊，这个铁盒还有里边的5块钱是你大姐夫的，啊，剩下这5000块钱跟你大姐夫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收拾他。明白了。弄他，媳妇儿，走，媳妇儿不是，不是大姐夫，不是大姐夫，就我。回来，不是大姐夫，两条腿呀，就我。大姐夫，别冒进，住手！二驴子，提下留人。那5000块钱，是我的。哎呀，得劲啊！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我哪来这么多钱？我钱这份。哎，我哪来这么多钱？你那个，我这就快点。物业不能发点年终奖吗？对，物业发的年终奖。发这么多吗？发的是不是有点多？你是物业年终先进个人呢？对，我是物业年终先进个人。啊，个人。我是物业年终先进个人，
那也太多了吧？多什么多？多什么多？都个人了还多什么多？多不多？不多，一万都不多。康啊啊，是真的吗？哎呀，我说话你还不相信？你别说了，你就相信。不是，你还真信呢？信啊，我老公说啥我都信。正好这钱我能派上用场。大姐，你拿着钱干啥去啊？我拿着钱交取暖费去啊。交什么取暖费？明天再去吧。等会儿，别明天去，就现在去。现在去，拿这个钱去交取暖费，交去吧。哎、大姐，你等会儿，你省着点花啊。哎，行。等会儿，什么叫省着花？别省着，全花了，一分都没拿回来。那用不了这么多。买暖气片，不是，把它全买暖气片，回来把咱们家铺满暖气片。行，买暖气片。呀，行什么行啊？都铺上不成桑拿房了？你进来，我跟你唠唠。哎呀，买什么暖气片？哎呀，哎呀什么？哎呀，大姐夫，你别叫我大姐夫。大姐夫，不是谢谢啊，总算是把我救了。钱顺风，你可太损了，你老坑我是不是？我错了，你天天你给我挖坑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一年365天，你天天坑我，你就不能给我放一天假吗你？别坑人了你！大姐夫就刚刚救了我两条腿。大姐夫，大娘，谢谢谢谢，我没别叫我大姐夫。行了，抓紧时间，把那5000块钱从大姐那儿想办法要回来，快！什么钱？就大姐刚才拿走那5000块钱。那5000块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那5000块钱不是这盒里的钱吗？那5000块钱是我的钱呢。我的钱呢？怎么是你的钱呢？怎么是你的呢？那明明是我们物业发的年终奖啊。哎呦，赵刚子，怎么的？哎，怎么的？赵刚子，怎么的？你们物业发没发年终奖你心里没数吗？是我心里清楚啊。啊，本来我们物业是没准备发年终奖。对呀、啊、不是你逼着我们物业非得发我5000块钱年终奖吗？街坊邻居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们怎么的？你怎么的？我告诉你们街坊邻居，有人陪我一起跳坑的感觉非常的舒服。钱总，哎，钱总，这怎么了？这是没事，他激动的，压力比较大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着吧，让他睡着，就过去了。过不去这事儿，这事儿能过去吗？这事儿。哎，刚哥，哎，我在外面听，是不是咱物业发奖金了？对呀、啊，是发奖金了。我咋不知道这事儿呢？你来晚了，你来早一分钟，你也有奖金，5000块钱，顺丰给5天。没你事儿啊，大姐夫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那5000块钱是我刚刚要回来的工程款，二米粒他不知道，我借给田经理了。你怎么说瞎话不带眨眉眼的呀？这当着人面就说瞎话是不是？我没说瞎话啊，田经理，你跟他说，那个确实，那个钱总这钱是打算借我。啊？对。那你借钱干啥呀？我不是参加了一个山区的公益小组吗？想给山里的孩子买一些教学设施。但是这预算超了1万，我心广钱总先借5000，剩下的5000呢我再想办法。你看真的吗？笨笨真的。你哎，是不是还差5000块钱呀？啊，二姐这有，拿去用吧。哎，这哎媳妇儿，哎什么哎呀，这咋回事？我早就知道那钱是你的了，还在那哭呢。哎呀，我都懒得揭穿你。你说这是好事，你非得骗我干什么？顺风啊，哎，这事儿啊，二米都跟我说清楚了啊。就是刚子啊，你也是，怎么啥坑都往里跳啊你？不是媳妇儿，不是我想跳，他这坑挖的跟平时不一样，他这坑升级了。那、啊、再说了，他虽然挖坑了，但是钱顺风这回还真是办了一件好事。顺风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办得不错。媳妇儿，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对吧？这个老二呢，掏了5000块钱，未来老三呢，准备付之行动。我这个铁定的老大，是不是也得出手了？对，这样啊啊，怎么的？你大姐夫出5000。哟哟，大姐夫，怎么的？你每个月就50块钱零花钱，你拿5000是不是太难了？有我呢，看见没？这就是你大姐夫在家里的社会地位，说一无二。对，你就是我强大的后盾。告诉你，我们家我负责攒钱，我负责花钱，我负责藏钱。那我就负责找钱呗。那我负责借钱。我跟你说，你可不算是借的啊，
这个钱是我们全家人的爱心。太好了，这老大老二都拿钱了啊，我这儿未来的老三，哎，必须马上实施。好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进屋，我看了看了你，我懂得。哎呀，是假。哎，走，回屋我也犒劳犒劳你。媳妇儿，这事儿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？过不去。不是，哎呀呀，媳妇儿，哎呀呀呀，你不是不是，街坊邻居们救我！钱顺发，哎，你今天干的是一件好事儿，我是真要犒劳犒劳你，你去不去？去。走走走走。哎呀妈呀，犒劳我！赶明儿请你们吃饭啊。是个宝贝。